C 罗重回西班牙，能否带领尤文赢得比赛？看好诺丁汉森林主场复苏。竞彩0168伦西亚 VS 尤文图斯，今天先分析一场热门比赛。竞彩开的单关，老司机应该都知道单关冷门多，今天这场会不会爆冷呢？我们先来看看基本面。巴伦西亚虽然球队形象还可以，但过去几年联赛的表现并不太理想，球队最近两个赛季都没有获得参加欧冠的资格，上个赛季球队在西甲联赛表现还可以，最终获得第四名，重返欧冠，但是今年夏天球队在转会市场上没有什么大动作，反而有主力球员流失，战斗力要打折扣。新赛季开始以后，球队联赛四轮无胜，从历史数据来看，球队在欧冠中和意甲球队碰面胜率极低，此战面对意甲霸主尤文图斯，主场力争一分是球队的首要任务。反过来再看尤文图斯，上个赛季完成了意甲七连冠的霸业，可以说球队对国内联赛早已失去了太大的兴趣，今年夏天花费重金引入 C 罗，可以看出球队志在欧冠，毕竟最近四年球队两次杀入欧冠决赛，最终却都是功亏一篑。新赛季开始以后，尤文图斯四轮联赛取得全胜， C 罗也在上周末的比赛中打开进球账户，正在逐步适应和融入球队中。此番回到西班牙面对巴伦西亚，对于 C 罗而言并不陌生，从基本面上来看，似乎巴伦西亚毫无优势，尤文应该是可以砍瓜切菜，但问题在于竞猜的数据对上完全无，是上盘赔付压力，客胜 1.6 以上的水位未免太过容易入手了。要知道巴伦西亚好不容易重返欧战，又是主场，肯定是要死守的，对尤文来说客场平局甚至小负也未尝不可，回去主场还是有实力碾压对手。由此伟哥判断这场比赛有一定的冷意。综上述，本场球本推荐让胜加让平，博单推荐平局。竞彩009诺丁汉森 VS 谢周三，这场比赛我们先来看看竞彩数据。诺丁汉森林从15年至今6次遭遇谢周三全负，连一次平局都没混到。再看目前联赛排名，诺丁汉森林目前3胜6平1负排名15，而谢周三是4胜2平4负排名第9。无论往季还是新赛季表现，客队都占优，然而却是主队让球，这样看来让负应该很稳啊，让负赔率还不低 1.88, 竞彩送福利吗？伟哥觉得可能性不大。再来看看基本面，转会加上租借，诺丁汉森林今夏已有17名新球员加入，联赛前七轮1胜5平1负，仅积8分，想必主帅卡兰卡已经感受到了压力。上一场将球队夏季重金引入的时候，葡萄牙中场若昂卡瓦略放在替补席上，这位花费了1500万欧元引入的21岁天才球员，目前不能扛起球队。17位新员除了右后卫杨科及中场迪亚斯表现尚可，其余的球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英冠的节奏和磨合队友。但是由于夏季这么大的投入，希腊老板是不是有这个耐心就不好说了，因此对于卡兰卡来说压力重重。伟哥的观点是，根据以前的经验，若让强半球生死盘，你敢让我就敢买。综上述，本场推荐主胜016+019，二串一截止，发到 12.1 的水位还是勉强可以下手的。今天比赛较多，由于发文较早，暂时看好这两场，有需要其他场次的朋友可以加伟哥私聊共同交流。顺便说一句，完全免费免费免费。另外回顾一下昨天的推荐，昨天的两场比赛，第二场伟哥分析的看好马竞胜也顺利打出，唯一的遗憾是全线太不争气，国耻日竟然又被人干个3-0，一点纳萨都不要了。伟哥要说声抱歉，我推的是双平，但是自己临场实单却是求稳直接买的全建负，所以实单红单。下面附上昨天晚上实单 PS， 由于比赛赔率盘口都是不断变化的，所以一般实单我都是临场才出，然后群里通知大家，有需要临场实单的也可以加我拉群。